哎呀，公子要真有委屈吧，就跟柠檬出去跟他开个会吧。咦，过年出去开个牌吧，大佬，你家里马上提醒我。不行，你想组织去喽。哎呀，我给你家里下个图嘛。好，你家里嘛。你又该换成我公子嘞？你要把我独立嘛？刚刚在这放椅子嘞。嗯，没有人手，我家捡辣椒面。嗯。嗯。哥，你们是委屈吗？吃了辣椒就回去了。我这边是怎么分解啊？你今天涨价了，我不晓得你想吃不吃吗？嗯，啷个还不给我带牙刷？我就把老鼠钱给你看哈。他不肯看，你嫌弃了老鼠多？滚！啊！辣椒到底肯定吃不了，还是给我吃了？你哪个舌头舌头？真是给你家的尴尬。嗯，哦，老板来只汤出来过了。咦，这排骨呢还拉屎了。哎呀，又酸又甜的，这味道太奇怪了。你个猪脸都烤了烤房子了，你会不会吃？排骨肯定是红色的嘛，烤个头说给你看。红色排骨来了。哇，这红色的看着就流口水。哇，真香。有两个装的汤汁黄瓜，他觉得我汤汁来的好吃。嗯，那边粉丝说的豆子汤汁来不好吃，我的红烧排骨好吃。哥，快点吃豆腐来。嗯，豆腐好嫩哦，就是一惊喜。刚才给老娃子提惊喜了，我的肚子就要吃了，不能。真香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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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哎，来我提这个大豆浆。哟，你啷个高兴的？他真香啊！这里的黄小虫，真开心了。哇，哇，啷个都买过，你这一个什么玩意儿？我买一个，等我带你过去把你买回来，你想都不要想。再一个。你搞到飞机么？我还不知道他吗？我你看这啷个就是黄小虫。嗯，哼，你在脱飞机不可。真香！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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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香、啊！就你不服吗？我还不是我心跳快。那你就问阿飞，你最喜欢哪种呢？不是你个蛋吗？看你搞成那个样子哟！滚！你懂我锤子，让别人将我抓出去不？人家就是寄给你尝味道，想你是他白日梦哦。哼！我就是为了消息，你给我来不了，不要动我蛋哈。嗯？嗯？哎呀！你不要开玩笑的。我不算老鼠的嘴，但用起来是蛮顺手的。它真香啊！我那个给贝贝交代嘛。老板娘，过来那个猪也是。送给你了。谢谢老板娘。哇，我哥太厉害了嘛！我什么时候？过年要上去找你，求求你教教我啷个比的和你一样优秀嘛！既然那一个兄弟，我就把我的遗传都给你。原来如此，你马上就做副的。小孩子，嗯嗯嗯，他真香。你们两个不是我的，就是你们。哇，这可能真的就是个兄弟，没想到还去拿呗。哇，现在有空间给一位的奖。你就不要想三个人过来出来比个奖牌，远大的很。你怎么来？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你是欺负谁呀？过来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真香啊！哇，哥你太厉害了嘛！我儿子老厉害了。行了，我来捉下你吧。这公的也想去捉，看我那个本事。哇，好香啊！哦，你吓到我的鱼子啊？没有，这都是不比金呢。你在教育我的孩子了？滚开，快点你！
高路过台不能说你拿花钱，我没有，你别问我。这手机是好，现在没得事就发。人家买好几千就说换就换，还不叫拿花钱？不是那个人，我平常强的，只花九块九，没拿花钱。你别鬼哟，九块九哪里可能买到手机吧？是真的，你那登录活动没你自己看嘛？现在相关信息或者在很多站搜索，而且你就能看这个活动了。不仅华为手机，还有 iPad、PC 平台，拿起耳机等，只要九块九。你这么远，还不赶紧打死你！那真香。哇，太安逸了。吃饭了没有？哥给我吃一口嘛，就一口，就一口，大熊。你嘴不香吗？可以吗？我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哥不好意思，你不愿意当，我拿去吃了，我就帮你吃了。你弄菜，哥你不要偷吃嘛。不就是酸辣粉吃还有过吗？现在菊花山五折，天到好吃，赶紧进去吃点香火零件，我给你准备几个酸辣粉。真的，不一样的话，这酸辣粉吃还过，每晚不能飙到，只要如果给我买点酸辣粉，你要吃到没有？哎呀，没得问题，我先去。